我的梦想就是和我的初恋修成正果。我不希望你牺牲很多东西跟我在一起，我希望你开心。李学，如果爱在存些温度，这场梦会自动退出，醒来后挽留你脚步，别走了，命运不是征途，抓紧我臂路。我宣布一下啊，这位是我请来的公主。你是我全部，可不可以不忙呢？你来我请。舒小姐，我这人怎么了？有人来了。你不要干扰我吧。我觉得喜欢一个人会觉得他什么都很好，眼里完全容不下其他人，只想要保护他。李寻的事情我在乎，我可以低头，但他不行。眼睛红了，热吗？万一有一天我走岔路，你打算怎么处理我？李寻，傻子。这位你知道吗？所有事情只有在他最开始的时候才是他原本的样子，越往后就越偏离。李寻，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叫做公主啊？以后有事先跟我说，别自己瞎折腾。以后有事先跟我说，别自己折腾。知道了。